this, that. 这两个被我们天天在使用的单词，你知道有多少内容和它有关系吗？ Number one, this, that. 它是一个指示代词。Number two, 指进指单用 this, 职员指单数用 that, 放在一起两样东西先说 this is, 再说 that is. This is 不能缩写，That is 可以缩写为 That's 打电话时介绍自己要用 This is 询问对方要用 Is that 回答 This that 做主语的疑问句时要用It. For example, is this your pen? 这是你的钢笔吗? Yes, 是的,这是我的笔。你知道这里填什么吗?评论区写出你的答案吧。关注小雅老师,每天一起学英语。